媽媽有間小房子，媽咪有間房喎，佢間房喺邊度㗎？呢度，呢度喺佢個肚肚入邊㗎。呢、這個小朋友咧，佢屋企得一個細路嘅啫喎，佢冇其他兄弟姊妹啊，所以當佢想玩捉伊恩嘅時候咧，冇小朋友可以同佢玩啊。咁佢揾邊個玩好啊？揾個窩窩狗。係啊，佢就要揾窩窩狗同佢玩啦。佢哋一路匿匿匿，匿到去門口嗰度喎。點解爸爸媽媽間房咁開心㗎？ HAHA 哈哈哈！第二日咧，爺爺、嫲嫲、公公同埋婆婆都嚟到我屋企啦。爸爸突然之間舉高我抱起，哟，哥哥，我哋遲啲咧會有個小妹妹啦。嚇，小妹妹喺邊啊？喺床下底？喺沙發？喺廚房？揾唔到嘅。唔系啊，喺妈咪个肚肚入边啊！妈咪个肚咧，一日一日咁样变大，就好似一间房咁样。原来啊，呢间房咧系妹妹住紧噶。吓，点解嗰度会有妹妹嘅？边度有人啊？见唔到嘅。爸爸就话：当你好细好细个嘅时候，其实你都系住喺妈咪嗰间房嗰度噶喎。你同妈咪一齐食饭，一齐瞓觉，一齐翻工，一齐行街。为什么我记不起的？你记不记得啊 ,BB? 你记不记得你住在妈咪的房房那里啊？记得。记得啊？你在里面做什么的？吃东西。我在里面吃东西。哇，冲凉。冲凉。是哦，真的记得哦。当夜晚黑我跟爸爸和妈咪一起吃饭看电视的时候呢，哥哥有很多问题想问，究竟呢那间房黑不黑的？有没有开灯的？冻不冻先？要盖被的哦。有冇电视睇？有冇嘢食噶？一个人喺入边会唔会好惊噶？嗱，你咁多问题咧，不如听日一齐去探下妹妹先。咁哥哥今日一朝早咧就着衫同妈咪一齐去做身体检查咯。应该叫茶姐嚟。茶姐你咧就可以照超声波，可以咧同 B B 视像电话打俾佢，听到佢嘅声音同埋睇到佢个样噶。你见唔见到？BB 出現在電視機裡面啊！哇，今次是哥哥第一次見到他的妹妹啊！原來呢，他的妹妹呢，是這樣的樣子，有兩隻手手，兩隻腳腳。有沒有長長呢？沒有啊，因為呢，他是女孩子來的。這個是 BB 的肚臍，這個是媽咪的肚臍。為什麼會有肚臍的？原本呢，你的肚臍呢有條繩黐住媽咪的肚肚的，那我們就靠這條繩呢去傳送一些食物啦，傳送一些營養啦，或者傳送一些水和血給 BB 的、哦、但是當 BB 出了世呢，醫生叔叔就會剪了這條繩，他喜歡去上學也可以，他喜歡過來找媽咪也可以，他喜歡去找姐姐也可以，去找哥哥也可以，那他就可以自己四圍行啦。哥哥即刻上楼上，迟啲我要同妹妹一齐摆衫，下低嗰格咧就可以摆我哋啲靓鞋。隔篱咧个厕所入边，我都准备咗两支牙刷，一支系我嘅牙刷，一支系妹妹嘅牙刷。呢啲曲奇饼咧，我都谂住同佢分享噶，仲有香蕉、橙、面包，佢都可以食嘅。跟住哥哥一嘘嘘咗落去下低嗰个厅嗰度啦。嗱，我仲有咁多个书柜。我每一天都会讲故事书给妹妹听，跟她一起玩火车路轨、啤啤熊、积木、飞机、私家车、机械人，还有一起看 YouTube 添。这几天妈咪看下去好累啊，太阳爸爸都未走的时候她已经睡着了。我可以怎么做呢？帮妈咪看。是的，那妈咪呢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大声说话？No！ 我们要怎么说话？小声说话，不要吵醒她啊。我怎么可以给到妈咪多点休息呢？我应该怎么做好啊？哥哥呢，他就试一下怎样自己穿衫，还有怎样帮自己冲凉。冲凉啊，他想着如果我呢懂得自己照顾自己，帮自己穿衫和帮自己冲凉，那妈咪就没那么辛苦咯。妹妹呢现在还在妈咪的肚肚里面游水、哦、哥哥每一天呢都好想探妹妹啊，他好想show给妹妹看，我有一个新的玩具车啊，
我有一隻新的怪獸公仔啊！我買了個新的棒球啊！你幾時出嚟？幾時出嚟啊？我好想同你玩啊！哥哥咧，佢點樣同妹妹傾偈嘅咧？啊，佢就係將個耳仔擺喺媽咪個肚肚上面，聽下妹妹喺邊度先。我想要聽。你聽到啲咩喺媽咪個肚肚？原來妹妹未瞓覺啊！等我同佢傾偈先。妹妹，妹妹，我係哥哥啊！好快可以見到你啦！你睇下我咧個樣得唔得意啊？塊面仲有少少雀斑嘅添。你出咗世之後，記得認住我啦。有陣時佢哋出街嘅時候咧，搭巴士撞到啲鄰居，嗰啲鄰居咧都會行過嚟摸下媽咪個肚。喂，點啊？幾時出世啊？好大個肚咯喎，辛唔辛苦啊？辛唔辛苦啊？今次係男仔定女仔啊？哎呀，咁而家去邊啊？去醫院做檢查，飲我健唔健康啊？好多問題嘅，因為大家咧都好期待小妹妹嘅出世啊 ！B 布 B 布 B 布，哎呀，媽咪要去醫院啦！今日妹妹要出世啦，好緊張添。睇下先，哎呀，這個就係我嘅妹妹啦，媽咪仲喂緊佢飲奶奶添。妹妹飲奶奶嘅時候，飲飲下，跟住就瞓著咗，瞓著咗。突然之間又起身，咁哥哥可以點做啊？妹妹喊緊喎。唔知。我哋呵下佢先。咁咧，媽咪出院咯，但係媽咪咧仲係覺得好攰，因為啱啱生完 B B 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，好好咁樣休息啦。點解要休息嘅？因為生 B B 好辛苦噶。爸爸就話 ：OK OK， 媽咪你休息先，今日啲碗交俾我，我幫你洗曬啲碗好冇？哥哥咧就拎咗個樂天熊仔餅，同埋拎咗包彩虹糖，未食得啊！妹妹咧太細個，未有牙仔啦。咁哥哥咧就即刻拎個玩具嚟，唔緊要，你而家唔食得餅餅啊嘛，我拎玩具俾你。咁以後哥哥就會好錫呢個妹妹，當佢係寶咁樣，日日錫佢。